大家好，欢迎收听苏轼大教堂嘅第一集，我系呢个节目嘅主持 Andrew。咁啲人听到呢个节目名，可能第一时间就话：又系啲传教嘅节目嚟噶。其实咧，呢个节目就唔系做传教嘅。咁你都可以话系，因为我哋系一个探讨真理。但系我就唔系好似嗰啲福音派、街边派单张嗰啲人，就嚟恐吓你，就话。你唔信耶穌就要死，我唔係講嗰啲咁嘅嚇人嘅嘢咯。呢個節目嘗試做嘅嘢係希望由哲學呢個角度去研究翻基督宗教當前面對嘅好多問題啦，特別是針對翻我哋香港嘅呢個社會環境之下，去處理種種嘅涉及到宗教上嘅問題。咁首先就咧，所以我哋要喺呢一集要講清楚咩係。哲學啊，都要知道大概咩係基督宗教啊，同埋點解呢兩樣嘢會關事啊，同埋就算呢兩樣嘢關事，咁對我哋又有咩影響咧？點解我哋要關心呢個課題咧？咁首先，所以我而家要介紹嘅就係哲學呢個概念先係咩咧？其實呢樣嘢已經夠難搞，因為哲學咧本身就我哋喺哲學系裏面冇自己一個。共識嘅定義，即係個個嘅哲學家都話自己嗰套係哲學，但係佢哋嘅定義同定理嘅定義係有出入嘅。咁所以呢個變咗係對好多哲學系嘅學生，尤其是 EM1 啲同學咧，就會好苦惱，就係當啲人問佢哲學係讀啲咩啊，跟住佢哋就唔知點講好，一係咧就長篇大論講好多好多嘢，最後都冇答個問題。咁其實呢個情況係非常之唔理想啦，所以我希望喺呢個節目喺。講要基督教哲學，同時透過介紹哲學，希望多啲嘅人清楚哲學係做緊啲乜嘢。一般人對於哲學嘅印象，可能覺得係啲咩咧？好抽象啦，虛無縹緲啦，好冇嘢揾嚟搞啦，好深奧啦，同埋冇咩用，揾唔到食啦。特別是喺中國人覺得，哇！讀哲學出嚟做咩啊？揸兜啊！咁其實呢啲咁嘅回應就唔使理佢哋，因為呢啲人已經係背後假設咗，就係讀書係為咗揾錢啦。咁呢啲人嘅道德修養水平去到邊度，大家可想而知啦。咁我哋應該要關心問題咧，就係哲學係咪真係咁抽象同埋咁深奧啊？咁其實我個人認為就唔係嘅。首先我哋要解決就係哲學佢內容上係關啲咩事先啊？喺內容上面，其實我認為咧，好多嘢喺生活上面，我哋都可以被所謂哲學化，成為一啲哲學研究嘅問題。譬如當我哋啱啱起身嘅時候，當我哋未瞓醒，啱啱擘大眼嗰陣，我算係半瞓醒狀態啊，應該話。咁你會唔會問我嗰陣係發緊夢咯，定係我真係醒咗咧？嗱，其實呢個咧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更多哲學嘅問題，就涉及到一個挑戰，就係我哋所見到嘅世界，係真實啊，定係夢境？咁呢個同有一套戲叫《22世紀殺人網絡》，即係《Matrix》英文叫做，就非常之關事嘅。就係、是、其實嗰個《Matrix》裏面嗰套戲，就係用緊呢個哲學問題作為佢嘅主線去講，就係呢個世界其實係假，佢喺嗰個電影裏面。但喺哲學裏面，其實我哋當然希望係證明呢個世界真。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哲學問題咯，其實好一般，好生活化，只不過佢之後做嘅一啲論證可能比較抽象少少。咁又例如喺街邊嘅時候，譬如行過旺角啊，你見到一個好靚嘅女仔或者男仔啦，咁就你可能會問，如果你有少少哲學嚟根據，你應該會咁問啦，就係、是，咦？呢、这個獨立於我以外嘅咁靚嘅女仔或者男仔，係咪真係存在啊？或者佢係咪真係一個人嚟噶？係咪同我一樣啊？點解我同佢，我覺得佢同我都係一個人 share 咗人類呢種性質咧？咁人類嘅性質係乜嘢咧？咁呢啲又涉及到一個哲學問題啦。雖然如果我諗到咁多呢啲嘅嘢，都幾勁嚇。但係如果好似我頭先咁講嘅話，即係亂咁舉呢啲例子咧，就講到好似哲學嘅內容好空泛，即係咩都係，咁即係等於冇講過一樣。所以其實要正確地定義呢個哲學一個咁複雜嘅概念咧，
應該由佢嘅方法上面去定義，而唔係由佢嘅內容。哲學呢種方法其實做緊呢個思考活動啦，係一種 reflection 反省性思考。呢個係哲學應該大部分、絕大部分啦，我唔敢肯定啦，絕大部分嘅哲學家都會認同呢一種嘅想法。所以反省性思考其實就係對於一啲嘅問題啦，甚至對於自己啦，去作出一啲深入嘅理性嘅探討。咁所以根據有位哲學家 Robert C. Solomon 嘅佢一本書咧，係一個嘅哲學入門書叫《The Big Questions》，裡面咧就有講到其實哲學咧就係有一紮嘅特質，最主要咧係有四個，第一就係 articulation。概念的名式是將一些我們用的詞彙概念去解釋清楚它的意思，因為在我們日常生活上面其實我們用很多的詞都沒有準確嚴格的定義，特別是在基督宗教裡面很多現在教會的牧師傳道講的東西是不用怎麼想，他們沒有解釋很清楚的概念，譬如什麼叫最簡單，什麼叫三位一體已經很複雜，什麼叫因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點解咧？又係好雜，但係成日都係講到唔清唔楚啦。即係耶穌係神定人啊？又係神又係人，咁即係點解啊？呢啲嘢其實係需要好深入嘅 articulation， 呢啲嘢係要哲學去做嘅。咁第二咧就係 argumentation 論證，論證咧就唔係為咗拗交，而係為咗咧去揾真理，真正準確啱嘅結論。是一種的證明的過程，是這個要透過除了一些概念的分析之外，還要透過研究命題命題之間的關係，怎樣由一個命題推論出第二個命題，這個涉及一些譬如邏輯相關的東西。第三就是分析 analysis， 第四就是 synthesis 綜合。分析和綜合咧，通常黐埋一齊。分析就係要將一啲嘅命題入面細節嘅 idea 或者一啲嘅部分啦，去再拆開，睇下佢有啲咩去構成佢。可以可能有啲係揾佢嘅 structure 啊、結構啊，有啲可能揾佢背後嘅元氣啊等等。咁呢個其實係同 articulation 咧嘅工作係類似嘅。而綜合咧就相反咧，係透過希望將我哋揾到分析咗好多好多嘅概念，好多嘢啦，最後點樣將佢哋重新綜合成一個結論咧？咁依個就係分析咗之後綜合要做嘅嘢啦。咁所以哲學有方法上面咧就有依四個嘅特質，就係 articulation、argumentation、analysis 同 synthesis。咁如果講到咁樣嘅話，即係哲學就會變咗就係一種思考方法啊，就係攞嚟呢種工具咧，就係睇下抌啲嘢落去，我去睇清唔清楚啊，睇下佢啱唔啱啊，然之後嘔一啲真理出嚟。咁如果咁樣嘅話，哲學就會變咗純言嘅工具，甚至可能可以攞嚟即係拗交啊，就咁掉啲嘢落去，然之後，我講得啱喎，拗得啱，咁我贏咗。其實哲學就唔係只係一個方法咁簡單，因為頭先我都提到哲學本身呢種方法係咩方法？係反省性思考嘅方法。咩叫反省咧？反省咧就同我哋一般嘅認識其他學科嘅知識有啲唔同，譬如社會科學或者一啲自然科學啊，佢哋係透過一啲經驗的觀察得出一些的研究，再經過可能一些推論去有些結論，但一定由經驗可以出發的，所以變成它首先就一定答不到剛才我講的一些的概念的問題，就是怎樣做 articulation 它是做不到的，因為它只可以根據經驗，概念本身的內容組成根本跟經驗是可以不關事的嘛。所以而哲學去反省性這個的意思就是在
佢唔單止去研究啲概念清，令佢清晰咁簡單，而係仲係由自己出發。佢最後嘅目的咧，其實一個最大嘅目的係要做到所謂明己之學，用中國哲學講法，用翻比較西方啲嘅講法就係 know thyself，認識自己。透過呢種方法咧，由自己出發去認識呢個真理啊，認識一啲嘅真正準確、不受於經驗、不受於呢個世界約制嘅真理知識。所以喺呢個意義之下咧，呢、這個一般地對哲學嘅理解咧，我哋就可以進一步去探討其實哲學嘅一啲傳統分科系咧，符合緊呢一個嘅睇法，呢、這個對於定義哲學嘅一種嘅 方式。首先最歷史悠久嘅就係 Metaphysics 形而上學。形而上學喺哲學裏面就係好傳統啦，就係由古希臘去到亞里士多之後開始就會叫 Metaphysics 呢個科，之前冇一個名。咁佢本身呢個科目係要研究，譬如咩叫存在、咩本質呢啲涉及到我哋所謂形體以外或者形體以上嘅嘢，即係涉及到物質世界背後嘅基礎層面嘅嘢。例如咧，就係啲人話3歲定80啦，但其實3歲嘅時候同我80歲嘅時候個樣應該顯然地好唔同啦。啊，係點解我哋會話一個小學雞嘅我同埋一個中學雞嘅我同埋一個大學雞嘅我都係同一個我啊？個樣唔同嘅喎，高咗，可能肥咗、瘦咗，可能樣衰咗、靚仔咗、靚女咗，可能甚至可能性別唔知係咪一樣添。咁樣嘅話，點解我哋仲講到依個過程經咁變化都係話係同一個人呢？咁其實呢個涉及到一個本質嘅問題，就係形而上學要探討。咁其實 match 翻頭先我哋講哲學作為一個反思思考喺呢個議題上面，好明顯關事啦，就係研究緊我嘅本質啦。咁第二就係知識論，就係研究我哋點樣認識真理、真正嘅知識。例如用翻我開頭舉個例子咧，話街邊見到靚女啊、靚仔都好，你點知佢真係靚女啊？你點知佢真係靚仔啊？可能佢只係口角上陣，即係落咗妝之後嘅一個，即係哥斯拉嚟嘅。又或者可能佢係一個幻象，只係好似即係22世紀殺人網絡裏邊啊，一啲假嘅影像係由嗰個電腦係打腦電波落去你度。咁所以哲學喺知識論裏面嘅研究嘅目的咧，佢係希望由我哋出發了解。我哋自己點樣真正去認識真正嘅知識，而即係譬如喺呢個例子就係我點樣認識呢個女仔真係一個靚女，而且客觀地存在於我哋之外。咁第三個傳統嘅分科就係倫理學，倫理學就研究咩道德咩倫理嘅嘢。通常佢哋希望係揾啲道德或者倫理嘅準則嘅，當然有啲就唔係想揾準則。有啲可能想揾一啲其他嘅嘢，譬如德性啊嗰啲嘢，通常會涉及好多嘅概念分析啦。其實都例如就係咩叫愛啊，咩叫好啊，咩叫壞啊，咩叫道德上嘅對錯啊等等嘅嘢。第四就係邏輯學，邏輯學喺當代嘅哲學應用非常之廣泛，亦都喺哲學以外，譬如數學上亦都好多應用啦。就係用嚟做一啲 argumentation 工作論證嘅，就嘗試透過一個形式嘅方法啦，去做啲系統性嘅嚴格嘅論證，得出一啲如果個前提係真嘅話，我結論一定係真嘅一種推論。咁除咗呢四大嘅傳統分科之外，其實我哋仲有好多嘅唔同嘅分科嘅，例如嗰啲咩美學啊，就研究咩係靚啦，仲有好多嘢叫咩乜乜哲學嘅嘢。呢啲學科通常都係透過哲學嘅方法去研究一啲特定嘅課題，譬如
歷史哲學就研究歷史係乜嘢嘅一種學科啦。咁好自然地，佢同其他學科係相關，就幫佢做一啲概念嘅奠基工作，幫佢講清楚 articulation。究竟譬如歷史呢個概念係咩咧？仲有就係我哋呢個節目會比較專注關心嘅宗教哲學呢個課題啦，同埋而家當代哲學比較熱門，譬如科學哲學啊、政治哲學、社會哲學等等嘅議題。仲有啲比較冇咁學術嘅分科，例如愛情哲學啊，或者旅行哲學啊、人生哲學等等。咁不過要提一提嘅就係，其實中國哲學喺古代咧係冇咁多嘢嘅，因為以前嘅中國嘅哲學家，即係孔子、孟子嗰扎人咧。佢比較關心嘅嘢，只係倫理學，最多咧就有陣時有啲相關嘅現象學討論，譬如朱熹講啲心性嘅問題，即係我哋嘅道德嘅自覺心建基於邊度啊？咁呢啲可能有啲現象學嘅嘢，但係呢個唔係佢主要想探討嘅目的。咁而西方方面咧，就喺當代受到尤其是英美嗰邊啦，因為邏輯學嘅發達啦，就而家非常之重視邏輯分析啦。雖然佢亦都同時用緊呢啲嘅方法係處理緊傳統嘅好多哲學問題，但方法上同以前用嘅就好唔同啦。但係其實就呢個講嘅方法咧，即哲學作為方法呢樣嘢，只係講緊佢哲學形式咩？哲學內容咧，大概有啲佢關心嘅課題啦。但每個人去做哲學啦，或者可以話係玩呢個哲學呢樣嘢，其實佢各自有自己目的，同埋有自己嘅風格。咁風格呢樣嘢就係透過你嘅論證啊、你寫文啊、你同埋拗呢樣慢慢訓練出嚟嘅。咁呢樣就根本好難講。但或者可以講下即係呢個我切入呢個哲學嗰個切入點。因為每個人其實有唔同嘅，但係呢個位係重要，因為係會影響咗你日後做哲學攞嚟做啲乜嘢啦，間接會影響你嘅風格啦，同埋都會令到你關心一啲特定嘅課題。我最初接觸哲學嘅時候，其實咧某程度上都同呢個基督宗教，特別是呢個基督新教比較關事嘅，就係、是、原因就係咧。相信大家都會發覺，就係教會裏面咧好多理性難以接受、難以容忍嘅嘢。呢個難以容忍嘅嘢係即係唔係話即係超越理性嗰啲比較宗教經驗嘅嘢嗰種嘅超越理性，而係講緊即係完全係啲荒謬嘅現象喎。咁譬如就係、是、有你會見到有啲人好。虛偽啊，偽善啊，咁呢樣都唔算荒謬啊。有啲荒謬就係即係啲人攞聖經亂咁解啊，甚至呢啲人可能係牧師傳道啊，或者牧師傳道講道就非常之亂嚟啊，邏輯不清、理據不明咁樣。咁所以喺中學嘅時候，其實我已經接觸哲學。最初嘅時候就係想嘗試處理一啲嘅。比較社會性嘅問題啦，涉及啲倫理同學嘅嘢，就係、是、究竟乜嘢為之啱，咩為之錯？呢、這個同我背景都有關，因為喺呢個新教嘅家庭長大，你對於呢、這個喺個道德 S 嘅氛圍之下，你會對於啱同錯非常之敏感啦。咁所以開始接觸中國哲學開始首先係儒家，後來就墨家嘅思想。咁嗰時，我覺得哲學同其他科有咩唔同咧？其實喺個倫理學嘅研究，其實我哋會發現就係哲學好 focus 喺咧，希望解答嘅問題就係為何 why 嘅一個問題。而一般嘅科學咧，甚至係社會學科都只係想嘗試回答一啲 how 嘅問題、如何嘅問題，即係譬如。自然科學就係講緊，譬如大自然點樣形成、點樣運作啊，講緊咧過程如何 how。社會科學譬如佢描述緊譬如啲社會現象點樣發生、點樣進行啦、啊。譬如政治學研究選舉
嘅一啲數據啊，喺工程啊、選舉點樣進行啊，邊啲人贏喺邊度輸啊，點解？呢啲係解釋過程，但佢做唔到一樣嘢就係答咩點解呢樣嘢，即係點解啲人要參政選舉啊？點解呢個世界咁唔公平咧？日本有地震，香港有冇啊？咁咩嗰度就會有傷亡，跟住香港有冇啊？咁等等呢啲嘢，咁涉及到啲價值層面嘅問題咧，其實係哲學咧先會答到。咁當然有啲人都話，切咁神學都答到啦，咁有咩唔同啊？嗱，要注意一樣嘢咧，啲人成日將神學同哲學撈亂入，特別是喺宗教裏面一啲教會人士。其實神學佢哋同哲學最大分別就係佢哋有好多嘅前設，特別是對於即係上帝好多前設，佢有好多死線唔敢掂。即係佢，你讀神學，即係尤其是華人社會裏面，你冇理由唔信神噶啦。咁當然喺西方社會裏面有啲嘅神學嘅專家，佢哋未必係基督宗教嘅信徒。但係就算係咁都好，佢哋一定要 hold 好多嘅前設，即係譬如有上帝呢個嘢，譬如研究啦，同埋佢哋好多嘅課題嘅研究都係要繞住呢個上帝而出發去研究嘅，即譬如咩叫道成肉身啊，咩叫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系一个好烦嘅问题啦。咁而哲学咧，相对就唔会绕住一个神去作为出发去研究问题啦。哲学头先我有讲到系由于人有特别系自我自己出发去研究一啲身边涉及一啲问题，譬如真理嘅问题啊等等。咁所以喺出发点上面已经好大分别。但係其實喺中國哲學裏面，其實滿足唔到我哋，因為頭先都講到就係中國哲學本身嘅發展咧，係比較狹窄嘅領學。中國哲學喺長期以嚟咧，對於呢個邏輯分析係非常之不足嘅。喺墨子嘅時候有，之後就因為儒家思想嘅橫行霸道啦，而儒家思想本身唔重視呢樣嘢，就冇咗。咁喺個情況之下，有咩壞結果？就係變咗中國哲學啲人去做一啲嘅論證嘅時候，變咗冇咗一個 articulation，冇名式去支撐佢哋。佢用啲概念嘅時候，成日都唔係好清楚佢概念嘅內容係咩嘅。因為特別是我哋發現，譬如喺宋明理學咧，即係朱熹啊，同埋王陽明啊。嗰一扎人寫嘢，佢哋拗嚟拗去嘅嘢咧，可能講緊唔同嘅嘢，但係用同一個字，因為佢哋就冇分析清楚嘅概念。咁所以要做一個強嘅一個論證咧，喺大概中三、中四嘅時候開始轉向，我就開始學呢個數理邏輯，去研究點樣做推論論證。特別是喺呢個時候咧，就更加睇到咧，即係教會裏面嗰啲人亂講嘅程度。啲推論離譜到，即係譬如有時啲牧師，有啲牧師或者傳道講嘢係唔係好合邏輯啦，即係倒果為因啦，或者用一啲錯誤嘅原因去解釋佢哋嗰啲立場啦。甚至經常譬如有斷章取義，係咪你讀咗邏輯之後，其實睇得好清楚嘅？譬如常見嘅就係、是所謂教會有啲教會咧，福音派好興講咩見證啦，咁結果佢好中意咧，就係講話嗱，因為咧我見證係啱，我當住係啱先啊，係真啦，咁所以咧嗰個上帝就存在啦，咁係話咧上帝係真啊，咁點解上帝係真咧？就係、是、因為可能佢話聖經講咗之類，但 hold 住先，首先你用你自己個人嘅單獨嘅 case 呢個見證去證明一個全能全知全善嘅上帝，你好偉大咯！但係呢個喺邏輯上有問題啦，因為應該就係因為即係因為有上帝喺度啦，所以你呢個見證啊就出現，而你呢個見證作為一個單獨嘅個案係冇辦法證明即係上帝嘅大能，因為上帝嘅大能係遍及好多個案噶嘛，
咁呢個其實係一種我哋叫做 affirming consequence 一種嘅謬誤啦，喺邏輯上面呢個好明顯錯得好犀利啊！呢個錯好明顯就睇到。另外一樣嘢循環論證啦，成日都出現嘅喺教會就會，譬如問點解聖經係無誤啊，所有字都冇錯啊？跟住可能牧師就答你，因為全部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咁點解聖經係神所默示啊？因為聖經裏邊咧就。邊章邊節係咁寫嘅，全部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咁其實咧，呢個係冇答過，即係佢係原因同結果係變咗同一樣嘢，佢係冇做過論證啊。呢啲嘅錯誤咧，讀邏輯你會見到好明顯。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對我自己當時比較大嘅衝擊啦。但係讀得邏輯多咧，就第一你就會成日好嚴謹同埋。非常之緊張，對於呢啲嘅謬誤嘅問題，你好容易會有反應啦。即係見到哇咁荒謬嘅，哇亂講嘢。咁第二就係、是、其實做呢一啲嘅抽象啲嘅邏輯嘅思維咧，係容易令我哋離開一啲社會真實面對嘅問題，然後變去轉緊咧一啲邏輯嘅計算問題咯。而呢個變咗嚟咗。本來目標係比較遠，因為本來我關心嘅嘢係涉及政治啊、社會層面嘅能力。咁啊，你攞邏輯本嚟諗住處理呢啲問題，變咗你自己不停喺度搞啲邏輯嘅抽象嘅嘢，即係點樣整一個好靚嘅系統出嚟？咁就變咗係偏離原意啊！所以喺中四、中五之後，我慢慢轉向就係、是、開始接觸啲歐陸哲學嘅傳統嘅嘢，特別是係笛卡爾嘅哲學啊。笛卡爾出名嘅嘢咧，就頭先我講個例子，就係、是、夢嘅論證嘅問題，就係、是、究竟我係咪發緊夢？呢個係好大嘅哲學問題嚟嘅，因為要證明呢個世界唔係夢境，其實需要非常之大嘅難度。個理由就係、喺經驗上面，我哋雖然覺得應該係真啦，但係哲學對於經驗有人係會懷疑啊。要證明呢個經驗係真，其實需要好多功夫啊，喺概念上有困難嘅地方。咁呢個懷疑主義嘅應用推廣亦都可以好多層面啦。譬如你對於係教聽話咁荒謬嘅嘢，梗係懷疑啦。你信嘅嘢係咪真㗎？係咪假？諸如此類。咁要走出呢個懷疑主義咧，其實係難度好高嘅，因為一方面懷疑主義唔係唔好，係作為一個哲學。近代哲學嘅開端啦，而笛卡爾另一方面，笛卡爾自己都係話自己唔係懷疑主義者，因為佢最後希望係要消除呢啲懷疑去揾到真理。懷疑本身幫唔到我哋揾真理，佢本身唔係真理嚟噶嘛。咁所以我其實透過一個好長嘅時間去摸索自己哲學嘅路向啦，就點樣由懷疑主義走出嚟。我曾經嘗試咧，就係、是、可能可以話比較近咪康德嘅哲學，但係我又唔敢肯定。有類似嘅想法就係、是，譬如覺得我有啲嘢啊，譬如上帝係我證明唔到佢，但係咧佢係一個假設或設準啊，即係康德佢喺實踐理性批判裏面有種講法就係、是。將上帝啊、靈魂不滅啊等等呢啲宗教，基督宗教嘅信條咧，變成啲設準。呢設準係證明唔到，係假設嚟嘅。但係有用，點解有用咧？就係、是、因為可以幫到我哋咧，行公義、好憐憫、全面謙卑嘅心，係咯。咁就可以做好多好事啊，做道德啊。咁其實一聽呢種講法，即係現代嘅社會，就覺得有啲荒謬啊！即係你話有個假設，就可以幫到你。做好嘢，咁點解要假設基督教嘅上帝？我唔假設佛祖，我唔假設無可麥德，我唔假設邊個嗰個，我唔假設金正日，我唔假設毛澤東。咁其實就會有啲問題，所以希望咧，就大家尤其是如果係讀哲學系，又係自稱自己係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嘅同學。亦都要嘗試就唔好呃自己，唔好嘅時候咧擺啲假設就話我假設個上帝存在，咁樣係唔 work 嘅。
但系我唔系叫你永远不断地怀疑就系、是、啊上帝系真定假咧，会唔会系假？我唔系劝你离教啊，我讲清楚，我唔系想你离教啊。但你需要喺理性同埋信仰之间揾一个平衡，但系呢个平衡唔系两方面嘅妥协啊，一方面消融啊，另一方面。而呢个都系我哋呢个节目，我希望做到，希望俾到大家嘅信息就系、是。一方面我哋承認啦，喺基督宗教裏面，喺基督教哲學咧，其實我哋長久以嚟想關心就係理性同埋信仰之間嘅關係。但係哲學史嘅好多例子講俾我哋聽，其實每當我哋想將理性否定啦，就係講信仰啦，或者將信仰完全變成理性去理解。呢兩種方法都係失敗，結果我哋一定要承認咧，其實佢哋兩隻之間有個割裂，兩不相容。而呢個正正就係喺十九世紀應該話，基督教哲學家齊克果非常之強調嘅就係、是、其實某意義下信仰咧就係一種嘅數科嘅荒謬啊！呢种荒谬嘅嗰个原因就系呢种作为私人个人嘅宗教经验咧，系理性嘅系统，特别是系好形式化嘅逻辑系统嘅处理唔到，解释唔到。喺理性上佢讲唔到，但唔代表佢唔存在，唔代表系错。因为又同时齐克果亦都受到当时嘅浪漫主义好多嘅哲学嘅嘢研究影响，就系。對於呢個宗教經驗等等嘅分析，宗教經驗咧係就個人嘢啦。就依個我哋喺依個節目亦都會探討，就係研究譬如有啲宗教經驗係真定假依個問題。即係啲人話，即係靈恩派好中意就話，聖靈充滿咗佢，係真定假？佢突然間暈低又係咪其實未食早餐咧？定係真係聖靈充滿咧？咩叫聖靈充滿或者咩叫聖靈呢樣嘢？其實係需要哲學嘅介入去處理。我強調呢個處理方式唔係話要好理性地，即係將信仰就係咧依個理性啊。譬如呢個信仰充滿就係點咧？就係因為 X Y Z 呢個 factor 導致呢個可能 P 一、P 二、P 三、P 四幾個嘅唔同嘅 proposition， 最後再綜合成一個 conclusion C 1唔係咁樣。我唔係用佢呢個理性咧去解釋曬所有嘢，而係嘗試。處理的問題就是在既然理性和信仰之間存在矛盾和衝突，我們怎樣理解兩者他們不同的範疇的限制呢？即有一件事其實是邏輯學的，就是叫做範疇錯誤。有時候我們很喜歡將一個範疇的東西吸了第二個範疇，而事實上未必是對的。當然在這個信仰和理性這個context 上面，其實我用呢一個範疇錯誤呢個概念其實危險，因為有啲人覺得冇範疇錯誤嘅，因為有啲人譬如好強嘅理性嘅人咧，可能講理性 cover 曬所有嘢啦，你講理性講唔到即係假嘢啦。有啲人就會覺得信仰大曬啦，唔使講理性，唔使講理由啊，咁相信大家教見好多呢啲咁嘅人啦。咁呢啲人冇計傾噶啦，就。兩方面我們都要逃避，不是逃避，避免。而這個也是齊克果的哲學，我之後會詳細在其他集去講，也難處理的地方。但今天作為一個第一集的入門，我想給大家的一個方向就是不要怕這種衝突，而是我們應該嘗試幫理性同信仰劃界，依個其實係好康德嘅哲學用語，就係幫啲嘢劃界。康德中意幫理性劃界啦，咁但係我哋發覺好少人幫信仰劃界啦。咁我希望我喺依個長期做依個節目喺唔同嘅集裏邊，我會嘗試可以完成依個工作，亦都可以將依樣嘢推廣俾國外，即係幫手用下啲腦。想清楚很多的信仰問題，用我哲學這個資源去處理。
我講咗好多嘢，先好辛苦地大概解釋咗哲學同埋哲學基督宗教嘅關係。但係最後其實我哋要搞清楚就係咧，基督宗教其實啲乜嘢？嗱，注意我用詞啊，我唔係就咁講基督教啊，我講嘅係基督宗教。點解？因為我喺呢個節目咧嚟緊，我唔想將我所有嘅嘢變咗係 focus 翻喺呢個新教 Protestant，即係我哋而家喺香港所稱為嘅基督教嘅呢個群體。我想擴大我哋嘅視野，面對翻唔同嘅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東正教等等，佢哋嘅信仰或者涉及到同社會啊等等嘅問題。嗰啲問題亦都可以成為我哋嘅哲學方式去處理嘅對象。所謂基督宗教其實咧有兩個元素咧，即係兩個嘅嘢構成佢。第一，首先嘅係要信耶穌啦，咁所以啲人成日話我哋講耶穌就咁解啦。信耶穌嘅咩就係講佢嘅道成肉身啦，incarnation。呢、这個道成肉身重要係重新懷孕生子啦，呢、这個大家識背嘅應該。然之後就受死埋葬復活啊，升天。重點係透過呢個受死埋葬復活升天去拯救我哋啊！呢、这個就係基督宗教第一樣嘢，salvation 基督嘅拯救。咁第二個核心咧，因為我定義係比較爭議性嘅，第二個就係講三位一體嘅問題，就係基督宗教咧。我喺呢個 context 之下，我主要想 focus 係相信三位一體嘅基督宗教。而事實上咧，有好多嘅人啦，尤其是神學家，佢定義基督宗教咧，就只係用呢兩樣，就係相信基督嘅拯救加埋相信三位一體就係啦。咁有個問題就係咧，其實你係變咗有啲唔信三位一體，但係自稱基督徒嘅人係被排除之外嘅。譬如而家喺美國比較唔算好流行，但係有一定嘅信徒數目嘅，有個比較自由派嘅教會叫做 UU 啊，你話 Universal Unitarian 啊，係啦，咁嘅名。佢哋就唔信呢個三位一體啦，佢哋就另外有解釋上帝喺透過一神論去解釋，一位佢哋叫一位論啦。咁變咗呢扎人咧就被排除咗基督宗教之外。但我想強調嘅係，我喺呢個節目咧之所以採用呢個傳統嘅定義之話，就係只係講三位一體嘅團體或者佢哋嘅思想作為我哋研究對象，作為叫基督宗教咧。其實我冇意思想歧視或者排除其他入唯論派嘅教會，或者佢哋嘅一啲信仰問題。而我只係想咧將我嘅研究範圍對象收窄翻去翻我哋比較經常接觸喺香港，特別是容易接觸嘅基督宗教，而去了解佢哋喺一般地會出現一啲問題。當然啦，亦都特別要係作為喺香港嘅人啦，我哋更加要關注翻佢喺香港呢個社會環境之下，佢產生嘅特定嘅奇怪問題，譬如經常就會喺 Facebook 出現啲人就鬧啊高鴻正先生啦，佢有好多偉論啦。咁我哋希望嘗試透過呢個哲學嘅方法去處理下啲偉論究竟係咪真係好符合基督宗教信仰，同埋佢背後佢有啲咩概念用咗係亂咁嚟咧，係唔清楚嘅咧？佢啲論證有啲咩漏洞咧？同埋佢用嘅背後啲嘅證據啊，如果係攞譬如攞基督教嘅聖經，或者攞基督教嘅傳統信仰或者神學，如果佢作為證據嘅話，呢啲證據本身係咪合理咧？係咪啱唔錯咧？咁其實我希望喺呢個節目可以做多啲呢一方面嘅探討同詮釋啊。咁最後其實講咗好耐，有少少口乾。我就會喺呢 個節目咧，其實除咗喺基督宗教嘅作為我哋主線之外啦，如果將來情況許可嘅話，我希望亦都嘗試介紹多啲純哲學面向嘅內容或者議題，作為引導大家更加
習慣使用呢個哲學呢種作為反省思考嘅方法去處理基督宗教嘅信仰嘅問題，甚至處理其他問題，譬如特別社會同政治嘅問題，喺香港咁複雜嘅而家呢個形勢之下。因為我唔係好中意啲人成日話咩讀哲學冇用，咩叫讀哲學冇用，咩叫用？用唔係講緊我出到嚟可唔可以揾份20,000+嘅工？呢、这個唔係真正嘅用處嗰個 meaning。哲學有冇用咧？應該係問佢可以應用喺處理邊個問題嘅思考邊個問題上面。而事實上，哲學既然佢包咁多嘢啦，方法咁有彈性啦，其實佢可以回應好多我當時面對嘅問題。譬如喺我哋呢個節目呢、这個系列關心嘅基督宗教呢個問題，佢就可以回應好多啦。即係基本上，如果高浩正去彈一篇偉論出嚟，咁我又可以開一個節目，我就唔使點啦，搞盡腦汁去諗下一個節目講乜鬼啊！因為每一集要籌備，即係講啲咩，其實好辛苦。咁所以我希望咧，喺譬如我哋會特別介紹多啲，就係齊克果作為呢個基督教哲學家，佢本身嘅嗰啲學説啦。我哋又會盡量簡單，因為佢比較複雜。今日嘅時間就到而家咧，就差唔多啦。咁希望大家記住收聽嚟緊嘅蘇塞大教堂啦。下一集我哋會咧探討呢、这個意義啊 meaning 嘅問題，不過提我話啦，如果有啲咩突發嘅事件或者突發嘅情況咧，其實我哋係會隨時有節目調動，會轉呢個議題嘅。咁今日嘅時間就到呢度為止啦，歡迎大家下次繼續收聽啦，拜拜。